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宜轩科技。鸡蛋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食物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，但是在一些脑洞大开的网友身上，鸡蛋就变成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品。和小编一起看看实验达人们拿鸡蛋做过哪些有趣实验吧。能碎天碎地碎空气的粉碎机竟然在颗小小鸡蛋面前败下阵来，圆滚滚的鸡蛋在粉碎机的齿轮上欢快地跳动，无论如何都搅不进去。看来粉碎机确实是碰上对手了，但是鸡蛋在音箱上就不一样了，音箱直接就把鸡蛋震碎了。有外国网友突发奇想，把鸡蛋送上高空会发生什么呢？镜头拍下全过程，一起看看吧。老外把鸡蛋固定在飞行器上，视频中我们看见这个鸡蛋穿过层层云雾升到高空中，在高空中一直保持完整，看样子这些压力不足以把这个鸡蛋挤破。刚突破大气层来到外太空的时候，镜头拍到了一个意外画面，有一个太空垃圾袋，太空垃圾袋飘到鸡蛋身上，不过幸运的是鸡蛋仍旧完好无损。后来这个鸡蛋又被遣送回国，仍然没有被气压给挤破，不过在落地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保护措施，鸡蛋落地摔碎了。看到这里，小编不得不说，蛋和蛋的差别就是那么大，有的蛋还在鸡窝孵着，有的蛋就已经遨游过太空了。你还想看什么有趣的视频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本期节目